大家好，昨天在野塘啊放了几个捕泥鳅神器啊，今天我们就一早去收一下。好，乌云密布，感觉要下大雨喽。这场大雨下晚了，我以为昨天晚上会下，不知道有没有，去看一下。这里一个，看一下有没有收获，如何啊？咦，第一个没有，两个田螺，一只泥鳅。第二个可以啊，有五六只在里面。三个鱼龙的收获啊，还有三个，去看一下。好久没放了啊。是从上次看这个野塘有大黄鳝，一直没装到过。昨天温度高啊，那个家里都潮湿，涨水了一样。放了六个，去看一看啊。走过独木桥，哎呀，这个独木桥能不能过？别掉下去。哎，好期待哦。空军，这个不错啊，一个鲶鱼。这真正的土鲶鱼啊，你看这条泥鳅跟鲶鱼进一个笼的，你看被鲶鱼咬的。这么好的资源既然没逮到泥鳅，一点点的。这个鲶鱼大啊，有一斤多啊。看见没，一条这么大的鲶鱼。还是放鱼塘养去啊。一条大板鲫也放鱼塘，泥鳅就收了，其他的都放了啊。走，把这条鲶鱼给放了啊！这一条也太小，快走。走不走？走错地方了，这边走。走啊，还不想走是不想走就进笼了。还走，哎，没空军啊。一条鲶鱼，一条鲫鱼，13条泥鳅，泥鳅就收了，积少成多啊。13条泥鳅，其实放点空心菜也可以炒一碗。走了，回去。